哎，大家都要有危机感了，我们工作快要被抢光了。真的是不是？是我们今年呢，这个部分要用科技来揭晓。没错，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大荧幕。即将公布最佳女配角得奖的是，恭喜，她是科技还会卖关子，你看这个她，哎，这个轮番恭喜向云姐又拿下一座，哎，这个科技还会还我们卖关子一下，向云姐真的是您啊，恭喜恭喜湘云姐，凭你的世界我们懂，思念儿子而过度失职的母亲角色，成功获得破自己纪录第五座最佳女配角奖，恭喜湘云姐。非常感谢，感谢评审啊，我的台词已经想完了，刚才那个我没有想到我还有电视上台的机会，真的是谢谢，因为你的世界我们懂，演的角色对我来讲很有挑战性，因为这两年我都演几乎演这样的角色，所以我在想这个戏怎么办，那还好呢，我导演还有监制就建议说用好像纪录片一样的来演啊，就是农民 Christina 还有小朋友，在过程中我们其实很有挫折感的，但是没想到我们真的 make it 做到了，很感谢。那在这边真的很谢谢，谢谢，谢谢观众们也爱这个角色，很感激。我刚才没有谢谢我的家人，现在赶快谢谢啊！拍摄的时候很忙啊，谢谢我的家人志才、一心、晨曦，还有我的妈妈，还有弟弟妹妹一直支持我，因为我妈妈一直要看医生，所以他们都帮忙我，感谢，谢谢大家。恭喜湘云姐今天第二度夺奖最佳女配角。下一段节目。